现在马上说夫人请起，夫人辛苦了啊，两个人感情非常好，相敬如宾，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最好啊，抗衰老预防老年痴呆，但是不能吃太多，不要白补啊。那个字面都讲三，各位漂亮的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阿里山再漂亮，日月潭再美，就是自己的，自己家里面又有山又有水，真的不用走出家门半步的。山万水，我呢真的会享受。你往外面看，会发现有上三层高楼，五层六层的高楼。那么这边政府规定，在这里附近啊，十几公尺啊，你不一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这里靠一个湖源。看湖底下产鱼、产虾、产那个螃蟹，但是呢，看湖底下还有产这种石头。所以以前有钱人呢，就是请人呢专门潜水潜到太湖下。是什么时候是最最漂亮的？从太湖的水里面捞起来的一瞬间，上面的桶啊都会露出水来，它的一瞬间是最漂亮的。四个字形容：手、肘、肉、桶。啊，当时那个阿妈说：“是不是真的多？”扶摇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那这个亭子叫什么呢？我们的各位贵宾转过来看一下，叫文木西厢。什么叫文木西厢？木西是什么？就是指桂花。桂花属于什么科？木犀科。那你说小燕干嘛不直接写文桂花香？文桂花香，你有没有感觉很什么？